不是要上来，要走了呢？走了。跳课会不会被警察抓啊？被我妈发现怎么办？只要不被抓就好了。那你干嘛都不说话？我不是美术班，我没有美术班资源，我没有，我也不知道那些老师他们老师会讲什么。搞清楚谁才是爱你的。所以这里答案是什么？无解。对，无解。